生活品质大晋级，环保未来在手中。洋洋洒洒列出八大政策，丁守中公布环境保护政策蓝图。首要政策仍旧力推反深澳电厂新建。最重要的，我们是反对啊，深澳设这个燃煤电厂啊，我们绝对不要让我们的台北市民当这个人体空净，空气这个清净机。 啊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空气品质好坏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。丁守中把握得分机会，推出实质措施，强调未来上任后将在台北市每个里建设空气盒子，为民众空屋品质把关。我们现在今后要在一个里里面设一个空气盒子，及时监控各里的空气品质。呃、啊，应用数数据的这个连线，能让市民呢都能够在手机上都能够随时查到啊，里内的空气品质。 来为市民的健康把关，频频进攻空无一提，而针对台北市长柯文哲抛出公布竞选经费的口号，丁守中表明乐见其成。趁着辩论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公开，同时也用这个机会来检讨一下柯文哲用了多少铺天盖地的公厂啊，在这边做他的选举活动。台北的市政缺失这么多啊，他都靠这个网络、靠网红、靠学姐来做小影片的包装，可是却不敢面对我们啊市政。 的辩论面对其他候选人的质疑，我觉得这个是荒谬的。话中三句不离酸，选战攻防盯手中，瞄准首要敌人，猛攻柯文哲是政缺失。寰宇新闻简玉林丁上城台北报道。